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Hannah， 我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，我在 IL 是 full time 的。我怎么得知这三个海啸呢？是从公司的一个讲座得知的。那得知以后的感想是非常开心兴奋的。那我希望呢，这一个三个海啸可以在各个地区，甚至于各个国家的那个伙伴们身上都可以实行这三个海啸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帮助很大。知道后的感想是非常兴奋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到旧人恢复信心，还有新人可以更有兴趣加入我们。那我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完成？我用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去完成。那我完成一共完成了4套3K， 我看到了我其实可以很想要，因为很想要而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一件事。那对于那些还没加入的朋友呢，我想要对你们说，如果你在你自己的领域，在自己的工作环境，你觉得你再继续多一个10年20年的话，你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，或者你会不会达到你所想要的？若是你觉得不可能的话，那倒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来了解看看我们这三 K 海啸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，或许这里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机会呢。欢迎你加入 RL 我们的第二个家。我都做到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下一个肯定就是你。